山西小品一分钟。奇妙な旅路。终于出去玩了，超楽しみ。Excuse me， 这是我的座 ，OK？快给我绕开！可不可以给我看看你的票？对不起，我坐错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你是坐错车了吧？協力戦場。来了来了！哎呦我的妈，这咋的了这是？哎，快进来进来来来来来！听说你前一阵出去旅游坐错车了？对呀，好惨啊，陈宇啊！哎呦，我告诉你，我前一阵去日本了，真的。那家你们日本真好啊！哎呦，我买了不少好。正是闪，正是闪啊！我买电梯票哦。那就完了，那就完了。厉害了，我的哥！我告诉你啊，我真的就不是说啥，就这鼻毛倒啊。250块。我给你试试啊！来来来。哎呀！哎呀！哎呦！吓死了！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走走走，我再带你去看一下其他的宝贝儿去。OK， 走，好好好好好，走。哎，我告诉你，进口的，你们那儿的马桶盖还是声控的呢，这么了不起啊！我给你演示一下啊，来来来来，烘干。听不懂我说话呀！听见，听见啊！シャワー最大。哎呀妈呀！原来他只能听懂日语呀。買う前によく確認しましょう。買う前によく確認しましょう。那刚才为什么马桶冲水呢？对，因为我用日语说前力重实，那用日语怎么说呢？シャワー最大。爽不爽？OK， 卡。